那是去小动物园，拢会真欣赏，会当第一线来接触到可爱的动物的保育人员，嘛真欣赏因会当来照顾到动物明星，甚至来照顾特别动静的动物。不过，保育人员的劳动环境甲条件，并不是像外界所想的遐尼啊梦幻。虽然动物的福利愈来愈受到重视，照顾动物的工作嘛愈来愈专业。但是保育员一个月薪水才30000多块，而且是一直领到退休。保育员也要承担着予动物来攻击的高风险。但是危险职务的加级超过30年毋捌调整过，一直到多方的争取，行政院才总算拍板来确定，为民国113年开始来调升。另外，同款嘛是动物守护员的动保处动物的救援队员。也是够大，要领30000多块的薪水，阁无危险职务的加级。这群守护动物的人，阁有食会当来守护因的。来看咱的报道。我有这个热忱，跟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让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然后过得是比较好这样子，所以我决定要来这里。本身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工作。那这个是我的诱因，我相信薪水应该不会是诱因。因为我觉得有一份喜欢工作真的很难得，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的话，我们会坚持下去。我是阿高，然后叫蔡宏志，那我是鸟园鹦鹉的那个照顾的 keeper。进一单下，斟酌清甜，开始伫上窗戏，阿拉内底房戏看起来头神在在，一点仔都袂紧张。我大概做了8年，对，就照顾鹦鹉，都知道个性，也知道他们本来喜欢吃什么。保育人员就是上实手的照顾者，伊个业任务点是感情怀着这么简单。Keeper 的工作一般来讲就是主要是在清洁、打扫跟喂食，然后还有动物生病的时候做动物医疗，这个是所谓的基础工作。那不管是展场的布置，我们要上山然后去找那一些漂流木啊，然后适合当他们的栖架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像我今天如果说群体要混群的时候，然后要做特殊的观察，像这一些是所谓的特勤业务。那还有一些是训练业务，他今天可能生病，为了预防以后生病看医生的时候比较安定，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医疗训练。工作的内容包山包海，甚至为着动物的健康，蔡宏志不用20多个月时间，斟酌研究要如何解决鹦哥爱紧张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虽然20个月，但是其实都他们给我的回馈就是满满的回馈这样子，然后也让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然后现在是我放什么，他们就会吃什么。幼类动物照顾增加工作难度，蔡宏志煞未感觉真好，表达的颠倒是满满的成就感，同款乐在其中的个喜。幼稚，妈妈，吃饭哦。亲笔解救，就亲像伫咧救家己的囡仔。啊，若听到熟悉叫声，小鸟水獭默默游化，嘛随位困梦中爬起来准备食好料。他们135吃虎皮蛙，然后26吃泥鳅，因为他们代谢很快，所以我们一天可能喂3到4餐，然后也增加他们跟他们的互动，对啊，因为你喂越喂多次，你来你就会跟他有互动。哎，两位，哇，你今天非常不饿哎，食物都有剩，为什么？因为我在动物园工作已经14年了，那我现在负责的区域是热带雨林区，那主要饲养的是小爪水獭、大食蚁兽，还有中头蜘蛛猴跟黑掌蜘蛛猴。我喜欢啊，对，那我觉得就是你要对动物真的是喜欢，对啊，那有这份热忱，对，才可以做得长久。那你最喜欢当保育员的部分是什么？最喜欢就是看动物乖乖吃饭，正常大便，对，然后不要打架，不要受伤，不要生病，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14年日子拢无变，如今林玉金照样动物真侪心跳，这拢是依赖过去努力的成就。觉得比较困难是，有时候我们
刚接触这个物种的时候，我们对它不熟悉，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去看一些资料。那有些资料其实像大食蚁兽资料，大部分都是外文的，而且也不一定会很多，对，所以你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了解，花更多时间去观察它们的状况啊、习惯啊，然后才有办法照顾的比较适合它们。要如何让动物在你休闲的空间继续发起野外生活，其实是保育环的共同心愿。那你如何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有最好的待遇？我有这个热忱，跟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让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然后过得是，过得比较好这样子，所以我决定要来这里。只不过美好环境背后，听听飞机舒服。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攻击动作，对，然后看起来很像在玩，但其实是它在释放它攻击的欲望。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误判不对，然后所以就后来就受到它的攻击，然后直接打到脸上。猫头鹰在飞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声音的，所以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察觉。它们大概只要你一转头，在这样的时间，它们就足够完成一次攻击。像大食蚁兽，它因为它是吃蚂蚁，对，那它虽然没有牙齿，但是它有一个很有力的前手臂，很壮，然后它的爪子很长，所以它看起来虽然说无害，不会咬你，但是当它而且它敏感，它们比较紧张。它如果紧张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挥手，那挥到你，你可能就会流血。面对动物防御性的攻击，雕像早就已经是保育员常常拄到的代志。真侪人阁因为安尼休困一段时间，加上台北市动物园花山区地形空化，周边物种丰富，难免冒这个情形。近五年，然后头四年就每年都一个人送医院，然后被龟壳蛙咬到送医院，因为我们的龟壳蛙数量真的非常多。有高专业度承担高风险是保育员的工作标签，过去都禁止暗黑。咬伤保育员的是20岁的雄性丹峰骆驼宝玺，受伤的55岁保育员在动物园有27年的资历。躺在加护病房的寿山动物园组长张博宇神情轻松，谢谢大家关心。他被鳄鱼咬断的左手臂露出手掌和手指。包含台北市立动物园、高雄寿山动物园拢有知情保育员受到动物攻击，不过除了这场课题回归现实片，照顾动物的同时，保育员其实含家己得真歹照顾。它就是慢慢的调整到一定的水准以后，它是算点数的啦。那到一定的水准以后的点数，它就不会再涨。因为现在的物价水准跟我们薪资真的比较起来，要养家糊口真的很难。我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家里住林口龟山。我开车过来，然后因为坐公车可能会迟到太远了，然后开车过来的时候，一个月的油钱大概就10000多，对，所以跟租屋已经差不多了。30000多的薪水，然后扣掉通勤，然后再扣掉吃饭，其实坦白讲，我在几年前就是个月光族，就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想说，人生计划再有下一步还什么的都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工作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专业，可是我的薪水就还是一样是维持在技术工友的这个等级。那我们心里是难免会有一种就是不被重视的感觉。保育员的职称呢，其实是技工或者是工友统一领中央薪饷，上限是35,770元。虽然还多了危险植物加给的部分，不过呢，现行的危险植物加给是行政院在1990年所核定的，已经超过30年没有调整了，因此外界质疑会不会已经不符合现况。而现在各方的争取之下，行政院也总算拍板，预计呢，在民国113年元旦开始，保育员的危险加给将从现行的1800元到2500元，提升到3000到5000元。大家会一定会很难想象说，这三十年经过这么多的一个，这三十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一定会有相对应的调整。但实际上，因为要调整这块，需要大家一起齐心动力，然后也许研读一些相关法规，找出一些合理的推算的标准。所以这部分的确在近几年，我们很努力的再去跟各单位沟通。那园方这边也工会这边也大家一起合作，我们才有目前的一个曙光。经过多方久长以来拍拼，总算等到政府对专业的部分肯定。不过，一间行搁伫咧等咧方看到的迄一天。公务员，你好，毕信阳，高雄林服务。队长，我们是要去哪？我们现在要去这个松山区的三民派出所，就是民众有说他们
有十或一只柴犬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就是联络不上晶片主人，那我们会过去把它接回来。这一天采用小组随行特别去动保处出任务，其实是最简单的动物救援工会。好啊好啊，呼呼呼，你自己先进去。好，一二三。安定好行碰见的插线，等待出航来接上去。另外一边的救援队员已经无行直扑。七点半，还没吃饭？还没。早上几点开始？刚刚路边赶快买个便当带回来，等一下等一下弄完这个处理完就可以处理完再吃。这是你们今天第几趟？不巧，我们早上八九点出门，到现在才回来。他们今天已经接了好几个案子，中间没有休息，你看那个案件就知道了。一二三四，六个样子。五，六，真的六个案，七啦，七还有一个。哦，七，对对对。那今天七了。对了，最主要是猫跟鸟了，然后那个本来要救一只猫车祸的，他看错，那个是石头，那个确定是石头或是一块布，他看错就一坨在那边呐，高架桥旁边。路用器械救援工课，有当时也是摸唔着，不过队员嘛是爱亲身到现场，确保无危及动物。即马台北市动保处除了十二位动物保护检查员专门伫咧抓违反动物保护法含野生动物保护法案件人员，另外劳部委外阁有三十八队员负责动物救援工课。小心哦，跳过去就。山猪被山猪掉夹到，那我们就要去阳明山爬山，就是老鹰啊、猫头鹰这一种。那猛禽，顾名思义，它就是有一点猛嘛，所以其实像猛禽的话，它们也都是我们好像你觉得它一只鸟，我们抓它，但其实它的爪子或者它的嘴喙都非常有可能会造成救援的同仁受伤。那其实狗猫更是，猫咪全身都是武器，你抓它，它们常常就是身上都是被猫抓的全身都是伤，不然就是被狗咬。若是捡点点危险，也因为只要和动物有关系，都归动保处管。地疏一年业务量变真多，所以我们其实救援的范围超广的，天上飞的、地上游的、水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通通都救。所以其实像我们这几年的话，动物救援管制案件都有14000到15000，台北市的警察局就有104个分局加派出所，但我们动保处只有一个。然后，但他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跟人一样这么好，但我们其实有非常大的就是资源上的落差。年龄少，互动保处流动率真高。不过，互队员进心的恐惊是薪水含流动差真多。伊台北市动保处动物救援队员费黑，薪水金无起真侪年，即马超达伫咧2000到3000之间。以前大家对这件事情都不重视，以前大家对动物保护的这个工作，总觉得它是最边陲的，然后而其实就是照顾动物而已啊。长期关注动保人员环境的学者认为，想要提升动物福祉，为照顾动物的人员福利下手，这是第一步。那我们如果能够把他们的环境做一些改善，管理的条件做一些改善，我们可以应征到更多专业的人力进来这里面。那专业的人他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我们对于动物福利的关注会更好，最后当然能够提升台湾的动物保护相关领域的这个水准。不过，等待鸟叫红环境的同时，真侪有专业和热情的人员已经先失望退场。我们很多同事是硕士，然后也有博士这样子。我周边的那个同学也是有人很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因为薪水太低，然后决定放弃的。那也有来了这边之后，然后做一做，发现薪水已经到顶了，哈，就这样而已吗？然后就离职的也是有的。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工作，那这个是我的诱因，但我不晓得别人是怎样的。对，我相信薪水应该不会是诱因，对。要如何让相关人员会当在合理劳动的条件发挥专长，或靠政府对专业的尊重？政府也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同样的公务员，那就有同样的薪水，但是其实这个观点是有点值得去商榷。政府要去做这个保育员的调薪，重视他们的工作的安全，
现在再来考虑，其实已经是晚了30年。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刻不容缓的事情。其实危险加急可能是第一步，也是第一个阶段。国际上很多动物园其实他们都有保育员的一个专门的学校，所以他们的确在保育员的一个结构上面，他们不会那么扁平化。这部分其实就跟台湾的结构很不一样，所以在国外有专门的学校、专门的一个养成的一个流程，以及有一些不同的薪资结构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其实是可能是更正向的发展。动保环守护动物，阿想要来甲伊守护。伫咧饮食环境愈来愈受到重视的现在，国际间嘛往动物福利的推升继续前进。台湾要如何对着天、卫生水、林业到整体制度，咱也阁有真大努力空间。因为我觉得有一份喜欢工作真的很难得，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坚持下去。这是靠热情在支撑。望这阵动物的背后，上坚强的力量，温暖的热情，麦当得到回应的那一刻。